再来看一下这个大叶稚子，现在是这个大叶稚子疯狂生长的时期。大家看这个新叶长得多快，绿油油的。但是我感觉现在要稍微给它打一下顶了，如果嫩油这样生长的话，这个株形就不好看。还有这两颗扦插的，这一颗之前给它打了顶的话，两边的侧芽已经长出来了，但是怎么底下你也长一点呢？底下的就要把它给剥掉，不要长，只需要你长上面的。然后这一个的话也要再给它打一次顶了，看到没，这个已经长得很高了，从这一个地方给它，哇，因为现在很嫩哦，我用手掐就可以了。这样就打好了，等到时候这两边的话就会长出侧芽来哦，这样的株形慢慢的长成就会长成这种树形，我是最喜欢这种树形的造型。再来给这一颗株形大的也打一下顶，其实这一颗大的它的这个株形已经是比较漂亮了，那如果像这一种的话长得太高的话就会破坏整体的株形，所以现在可以稍微的给它这样打一下顶，侧面长出来。如果现在还没有长得很高的话，可以先不剪。像这个严重破坏了整体的株形。这些就先让他们，等他们如果再长得有点不协调的话，再继续剪。